圆心买了十颗苹果，给了神秘五颗苹果，自己还剩几颗？列出方程式啊！现在可能大家都在这种程度啊。然后什么十点考试，女生直接100，男生要帮我风之谷练10%，没练的直接零分。等一下，他说要抽艾比卷100箱，艾比100箱。现在艾比卷去哪里抽运气比较好？现在艾比卷去哪里抽运气会好一点？魔法森林吗？等一下，小雪怎么还没250啊？你很混对不对？小雪你很混对不对？我觉得你怎么还没250？吕布骑貂蝉，我的貂蝉在哪里？好，我要开始抽了，看一下在哪里抽啊？丘比特公园啊，还有就当赛品有啊，他极速女要出个冬季赛啊，干脆我现在要回来玩一下。不然到时候他们都说我花瓶赛品。对啊，小雪怎么感觉根本没有在练等啊？小雪的装备我记得不错，对不对？我觉得小雪的装备不少。对啊，她装备超好哎、欸！你自己看她装备超好哎、欸！小雪搞不好还有双船哎、欸，真的啊！小雪啊，这样不行，这样你们塞哎，这样不行哎、欸！心脏双船，让我看一下。哎、欸，真的哎、欸。很冷呢、欸，我刚一堆双船呢、欸，然后这样不行啊！你几瓶啊？我这里在4瓶诱因啊，我开始抽了，我抽了140灵魂卷轴，135灵魂卷轴，银烙印印章，金烙印印章，完美烙印印章 ，X 单手武器公爵，完美烙印印章。RED 宠物魔公卷特别附加赋予卷轴，荧光附加烙印印章，135灵魂卷轴，你要帮我抽吗？可以啊，可以啊。哇、哦，非装饰魔可以，帮武术嘴，你们要听武术嘴啊、哦，你们要听武术嘴啊、哦，好，让武术嘴啊、哦。ID 宠物装备魔宫卷轴，那吕布哎、欸，我跟你讲，我吕布神哎、欸，你小心点啊！加我传说好友 ，ID 宠物装备魔宫卷轴 ，X 装饰公爵卷 ，ID 防御魔宫卷 ，ID 单手蜈蚣卷 ，150灵魂卷轴，点名到印章一个，妈的卡住受不了！特别附加附属卷轴 ，ID 单手蜈蚣魔宫卷，单手武器公爵卷，九级黑暗防御公爵。最贵的来啦！最贵的！我要抽了！哇、哦、！V 防巨魔 ，ID 宠物装备蜈蚣卷，金雕烙印印章一个，纯白卷轴100%，黄金烙印印章，纯白卷轴150%，黄金烙印印章一个 ，ID 宠物装备蜈蚣卷，金雕印章。ID 单数魔公爵，完美烙印印章，荧光附加烙印章 ，ID 宠物魔公爵 ，ID 饰品魔公爵啊，卷轴和装置一个荧光附加烙印章
X 装饰攻击卷 ，X 哎防御攻击卷，那边灵魂卷轴，纯白卷轴100%，我连续两张 X， 来第四笔魔攻印章，顶光装印章 ，V 宠物装备攻击卷，顶光附装印章一个 ，ID 装备魔攻卷100%是灵魂卷轴，完美刀印章一个。100，现在有灵卷轴，完美回升58，完 ID 真的蜈蚣卷，完美刀印章 ，ID 又是蜈蚣卷 ，ID 房间蜈蚣卷，印章刀印章 ，ID 是蜈蚣卷，特别复杂。啊，荧光刀印章，完美刀印章一个，金刀印章一个，金刀印章一个，完结了100%。金光刀印章，金刀印金 ，V 双手武器攻击卷 ，ID 饰品。X 防具攻击卷135零的卷轴 ，ID 双手武器魔攻，荧光烙印章 ，ID 四品物攻，双方卷轴50%，荧光烙印章50% ，ID 宠物魔攻卷，特别附加赋予卷轴 ，ID 魔攻卷，双方卷轴50%，140零的卷轴，一张烙印章一个，今晚再烙印章，单手武器哦 ，X 双手，我觉得超赚的，但是你们不觉得超赚吗？你们不觉得超赚吗？人是、欸，人是怎样？妈挂机是不是？原来是在挂机是不是？过气了，靠腰。卷轴盒子装饰一个1350的卷轴 ，ID 四品蜈蚣卷轴 ，ID 是蜈蚣卷，银色刀印章一个 ，ID 四品魔攻卷，荣耀防具，我看到了。哇、哦！荣耀防具攻击卷，太赚了吧这波！太赚了吧这波！荣耀防具攻击卷。妈的，那个小姐真的是欧洲账号。我老实跟你讲，她的账号每次都欧洲，她的账号每次都欧洲，真的不胡乱。她账号给我抽没有非洲过，燃烧啊等等什么之类的都她我都帮她抽到，真的，她的账号没有非洲过。妈攻读生欸，150灵魂卷轴，200灵魂卷轴，银刀印章一个，135灵魂卷轴，140卷。黄铁锤100%，金刀印章，没了 ，OK。看一下卷轴盒装都可以合什么？你要把这些合一合啊！你要把这，宠物魔攻卷直接合吧，我帮你合哦，我帮你合哦，合一合哦，把垃圾合一合哦，不是你 R 卷是全部合一合吗？啊，你是全部合吗？全合是，好吧，蜈蚣合一合，荣耀卷出来。X 装备攻击卷升级啦，可以直接升级，来喽！荣耀卷哦，荣耀卷，荣耀卷，荣耀卷，烤腰啊！荣耀卷，荣耀卷，好吧，还是蛮赚的、啊。看的不舒服是。啊，我50点要干嘛？50点抽艾比卷 ，OK， 五箱。等等，你干嘛？还有等等啊？怎么了？你叫我买大包装是不是？不卖封点，没差啦。不是，你知道什么吗？因为我觉得五箱就会出大奖，我觉得五箱就出大奖，没关系啊，五箱就会出大奖。你们有听过？你们有听过？你们有吃过乖乖吗？你知道乖乖叫什么？五香乖乖，五包五用五香会比较香一点啊，里面的卷轴会比较香一点。你看这个，你们都了解吧？这个你们都了解吧？靠北又没多少蓝位，就你啦，蓝色中毛。有没有？五香乖乖，哎呀，很香啊，很香的啊，五香乖乖。信的吧，人是信的吧？五香就是五香乖乖辅助啊，你就是没有买啊，人是你就是没有买啊。会不会啊？那讲啊，这五香都很香啊！
你看香不香？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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就问你们香不香？防具攻击卷啊，两张都是攻击的、啊，刚刚都是单手攻啊，单手攻，然后现在又一个防具攻击卷啊，香不香？古香乖乖，一个救急防具攻击，一个单手攻击，而且还不是魔攻哦，还不是魔攻哦，看我是鬼吧？我现在还有两箱哦，还有一箱哦，哦，可以了啦，干，妈直接两张救急卷。